我觉得它因为是在台中的市中心，购物啊、交通都很方便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是有保值效果的。因为它主要的地点里面有很多百货公司林立，也有很多好吃的餐厅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说是逛街然后吃美食的好选择。好，我有跟另外三个朋友就讲好，以后我们年纪大了，那外面刚好又有绿园道，我们就好朋友约在绿园道散步啊、聊天，觉得很不错这样子。这一栋大楼它总共有26层高，对于地震它有建立强的功效，然后毕竟台湾的地震算蛮频繁的，然后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当时就觉得这个符合我想要的，所以就购买这样。